这个考核，叫 OSCE。这位患者您好，我今天呢要给您做一下胸穿的检查啊。边说衣服已经撩开了。35天下来啊，你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事？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，哇，画老师的脸啊，老师脸咋画呀？这能认出是张老师，我给他跪。哎呦！不言，帮我点一个 A P C 微影。啊，要上场了。果然要出现。还是闽南民谣呢？还是这首歌。张主任用闽南话唱吗？